各位朋友，现在在 Amherst， 刚才是有游行了，有我们直播那边有拍到，现在还是警力很紧张。这里所有的警察很多，然后这个所有的店都用木板封起来了。这个是 Amherst Queen Center Mall。奇怪，大家看到画面吗？这个 Amherst 的画面有看到吗？用我这里一片屏，荧屏一片黑，我现在有看不知道哪个按钮。一朵。不好意思，我现在不知道情况如何。就是他直播还在直播中，可是我要关不了，然后要看不到什么情况。大家什么情况能不能给我讲一声？大家看到了这个 Queen Center Mall， 通通都用木板封起来，通通木板封起来，木板通通封起来。那这些还在封。所以大家注意安全，注意注意。这个就是 Amherst 的情况了。